来吃糖，谢谢你啊，来你也有，啊谢谢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哎呀，吃你们的。哇，玉玉，今天打扮得好漂亮呀、啊！你不是请假了吗？我热爱工作嘛。嗯，真棒，加油啊、哦，加油。最近忙，就不过来了。我大概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前任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设置的。我看你啊，是想设个大中午吧？是吧？老板，我就要这个了。哇，小姐姐你好漂亮啊，就像新娘一样哎。老板，你们这蛋糕甜吗？甜。那好，我要这个。好，这是您的蛋糕，请拿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欢迎下次光临，请慢走，拜拜。我回来了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要买蛋糕？哪有那么多讲究啊？就是想吃。今天做鸡翅。好。妈，哎，怎么了？这蛋糕怎么吃起来那么苦啊？这小孩子，蛋糕怎么会苦呢？回想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可是他真的好苦啊！别人没法懂得，你说你累。再难过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。记得以后你要快乐，这世界没那